现在这个房间才是你最安全的地方，你相信我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相信我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！你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你不能伤害傅承毅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来不及了，这一次谁都没办法阻止我。不要，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束了，你以后离景之下远一点。接下来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景之下，肯定想跟他踏踏实实的过小日子。明天你会收到一份傅氏的股权转让证明，把它签好给我。从此往后，傅泽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别白费心机了。你做的东西，我宁可饿死，我也一口都不会吃。就吃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！
我这么对你，你都不生气？我不会生气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你说你喜欢我，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喜欢的是傅泽一，你永远都得不到我。你笑什么？你在嘲笑我吗？那你告诉我，像傅泽一这样骄傲自大、唯利是图的人，有什么值得你喜欢？没有人比他更值得。他只是不善于表达，明明买了我喜欢的包，却用最笨拙的方式送到我手上。明明不喜欢小孩，不喜欢小动物，不喜欢进厨房，更讨厌钢琴，却为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打破自己的底线，甚至为了气我赌上他自己最重要的事业。这样的傅泽一太好了，我想不到任何一个理由不去爱他，不去珍惜他。所以我现在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爱的是傅泽一，只有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你要是真有种的话，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扎心吗？那我偏要一字一句地说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只有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听不下去了，那就滚，离开我家。我希望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，因为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只有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都随风飘散，每分每秒，只要幸福陪伴。志贤，你一定要等，留在这里好好等着，等我回来。东西我已经签好了，我怎么给你？现在你可以安心的让医生替我做治疗了吧？那当然，已经安排了下午的飞机送你去国外接受治疗。子林，这一晃20年了。我安排给傅泽一治疗的医生会在治疗的时候让他永远也醒不过来，终于替你报仇了。盛荣啊，你可得挺住啊，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那傅氏就要垮了。现在是人心惶惶，我们这些股东就等着你主持大局呢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哪有什么心情啊？明天就是股东大会了，傅家现在就剩你新任主席的位置，非你莫属。
好，那我就替大哥还有泽一打理好公司。那复试以后就指望你了。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你尽管和我们说，我们一定鼎力配合你。一定鼎力配合。那我们先撤了。谢谢老陈。好，谢谢老王。啊，再见啊。你替我送一下。大小副总出事后的这段时间，幸好有盛荣来暂代主席一职，这才能够提振士气。那么新任的集团主席一职现在由盛荣来接任，大家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异议了吧？我不同意。老副总刚宣布退下来，股东大会前夕就和小副总接连出事，这件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吧？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呢？小副总死得蹊跷，怀疑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觉得这事情还是得上去。好，道理。我说两句啊。老李有这样的怀疑和疑心，我能理解。毕竟泽一那么年轻，还有大好的前程。我这个做二叔的，我有责任。我要是能早点发现他的病情，我想也不至于。什么病啊？请大家看一下这份文件。哎呦，这干嘛呢？你也是这样？之前没有听说过呀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小副总怎么还有抑郁症呢？抑郁症？多大了？也确实。本来这件事情我没想公开，因为这毕竟是泽一自己的私事儿。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。他为什么那么急着把股份转让给我？因为这孩子早就开始准备他自己的身后事了。年纪轻轻，可惜了，怎么得了这种病啊？哎呦，这事就是这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富氏更要上下同心，所以我们现在选盛荣做集团主席，大家没有异议吧？那么现在我来宣布，我反对。谁喊的？谁呀？这什么人？哟，这不是副总吗？副总，他不生病了？身体不好吗？这不是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什么情况？我看你身体挺好的，没事，不像是生病了，这不挺健康的吗？多精神！我不是应该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吗？阿叔一直不是你想杀我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胡说八道，那这就是你的病历。胡说八道，谁的？你去安排好国外那个医生，我要让傅泽一在治疗的时候这么也醒过来。这是我怎么是这样的？是啊，这太明显了，假的，假的，伪造，绝对是伪造。这个录音是你和你秘书说的话，刚好给爱心录着了。这是我一点点小心意，谢谢。而且我来之前我也猜到你不会承认的。林，你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让傅泽一永远的消失？那既然都这样了，应该能放过他了吧？很好的，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束了，你以后离景之下远一点。不对，你是傅泽一。阿叔你糊涂了吧，我一直是我。你算计我？有句话说得好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爸在发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救他？你爸病发的那么突然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也不是医生。这个纽扣眼熟吗？这是我爸在发病的时候从你衣服上面拽下来的。就凭一颗纽扣你就在这拷问我呀？我拷问的是你的良心。说话呀。你这是诬陷。说
盛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必须要给董事局一个交代。可不是，就是啊。南小叔，这段视频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这事情啊，就是你，这还有视频证据啊？是他，就是他。看来老副总的药是你给扔掉的。副总啊，真的。来吧，跟大家解释一下。盛荣，你必须给整个董事局一个解释。你连你自己的侄子都不放过，老副总是不是也是他害的？哎，盛荣，你不配做傅氏的继承人。傅泽一，治疗之后，你是不是就永远消失了？不知道孟婆汤是不是跟那碗汤一样那么难喝？又焦又红，还把盐放成了糖。我喜欢的是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你笑什么？你要是真有种的话，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说一遍。怎么？扎心了？有在这里好好等着，等我回来。姐，景不凡，你怎么在这？傅泽一让我来的。你等等啊，警察马上就到。傅泽一，果然是傅泽一。我先走了。啊，来，姐。好了，事到如今，是你自己从这个位置离开，还是我找人带你离开？股份转让书的合同在我手里，你没这个权利。我确实没这个权利，但他们有。傅盛荣先生，你涉嫌跟一件故意杀人案有关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好。
在我身边，做过多少爱的誓言，没有什么心有不甘，只要简简单单温暖平凡。如果你在我身边，所有的遗憾都随风飘散，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。等到再次相见，抓住空白的明天，所有的期待就不会到终点才浮现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傅泽一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，没事的，傅泽一，你醒醒，我在这呢。傅泽一，你别死了，傅泽一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，醒醒，傅泽一，傅泽一，你醒醒，你别死。小心点，傅泽一，你快醒醒！李，是你出现让我救你之下。醒醒啊，傅泽一！你不要死，阿姨！妈妈！说好绑一个，现在变成绑两个了。他们夫家有钱，绑两个可以拿双倍的价钱。放开我！来来来，撸个串，撸个串。王，我会死在这里啊！会有人来救我们的，别怕。我还是好吧，这里好像又好冷啊。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小时候我害怕的时候，爸爸都会唱歌给我听。好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。望着天空，
哦，他们跑了！真的，真的，你们两个尽量别跑！站住！子怡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过去了20年里，你一直活在你自己的愧疚当中，用最坚硬、最锋利的躯壳保护着你自己。我留在你身体里面的意义，也是为了陪伴你、保护你、治愈你。我现在觉得有个人能做得比我更好了，所以我也可以离开了。你要走了吗？志夏是个好女孩，她很善良，有她在我就放心了。子怡，再见了。林，你醒醒！没事，他只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，其他的问题不大。谢谢医生，吓死我了。志夏，扶起来，我去看一下我爸。你别动，他还在做手术。你还是个病人呢。没听医生说吗？轻伤，没事。哎呀，小心点，慢一点。没事的，你还有伤在身呢。医生，我爸他情况怎么样？两人的手术非常成功，傅先生安全地度过了危险期。谢谢，辛苦医生了。谢谢医生。没事了吧？啊，都说了没事了，瞧把你们俩紧张。废话，又是你爸。你歇会儿吧。
副总，爱心。这次要不是有你帮我举报二叔，他也不会绳之以法。还是不要辞职了吧。谢谢你，副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为了报答傅叔叔的恩情而活。现在我自由了，也终于有时间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准备出国，去攻读法律博士学位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中午。那助理一路顺风。副总，景小姐，你们保重。你也保重。明天学姐就要走了，我又不能跟她一起走。为什么？怎么不能？好像也有道理啊。我不要你敷衍，我只要你听见。他在出现恢复前，其实我早做了铺垫，只是没想情况突变，因为和你的见面。哎，站长，不好意思，这车我先停。嗯，嫌不烦？你挂念我，只要你看见。刚好顺路，我们坐一辆车吧。顺什么路啊？我去机场。巧了，我也去机场。我刚被国外的篮球队录取了，刚好跟你在同一所大学。哦，你看，这么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去哪个学校啊？一直通知我。我对你的情话说两遍。哎，好了，我没被录取，我就是为了来追你。抛弃所有尊严。你们还走不走啊？走走走走走。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面？你都不好奇我为什么帮傅叔叔吗？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反正你最后还是帮了我姐，还有傅泽义。走吧，师傅。简不凡呐，你是翅膀真硬啊，哈！主意也正啊，那说飞到国外就飞到国外去了，晚一步就追不上爱心了。等我回来，让你打听出去啊。你自己在外面小心哈，你没事再回来看爸啊。南大不中留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帮我把我的行李箱寄过来，我走得太急，连裤衩都没带一条。那裤，你裤衩都能忘拿？喂喂。孩子，有了媳妇就忘了爹，完犊子。舅舅，不凡有他的追求，总比待在爱哲好吧？再说了，你不还有可爱的我吗？对喽，还是闺女好。晚上啊，陪舅舅去吃点好。等等啊，舅舅。喂，之夏。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好啊，那晚上6点，不见不散。好，晚上见。舅舅。哎。舅舅，晚上我有约了，你自己吃饭啊，我会早点回来的。切，闺女也没啥用。听说
今天晚上有人要在这儿求婚哎！真的，太浪漫了吧？哪个女孩这么幸运啊？你看她口红色号好好看啊，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斩男色。待会儿她拿求婚戒指的时候，你就弹这首歌曲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该不会在说我吧？之夏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，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来早了。你好，点单。你好，要尝尝我们的情侣套餐吗？OK， 拿一份吧，然后加瓶红酒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很好啊。我脸上是有脏东西吗？嗯，可帅了。谢谢。干杯。我渴了。渴了你喝水啊，喝酒干嘛呀？之夏，你这是在……哦，他们说这样比较入味。来，我帮你。好，麻烦你帮我上甜品。今天的牛排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哦，不不不不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突然很想吃甜的。这么早？嗯。那不好意思，麻烦帮我换一下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之夏，嗯，你是不是在找求婚戒指？我没有啊。没有。你又这么想嫁给我？我没有。梦玲，嫁给我吧。下，你愿意嫁吗？嫁给他。
简单的温暖平凡。如果你在我身边，所有的遗憾都随风飘散，每分每秒只要幸福陪伴。客人从那边过来去，打扰一下夫君。听说您是不是为这个婚宴准备了一段特别的音乐？嗯，在我办公室的那个桌上有一把吉他。嗯，收到。亲家呀，你可养了一个好儿子呀，多优秀啊！看两个孩子能够走到这一步啊，当长辈的心里就是开心。这么好，以后啊，我们要多多合作啊。我们是专门做酒店生意，也成立了二十多年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后面的生意都可以联系。嗨，之下朋友啊，我是他舅舅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是开酒店的，爱德酒店就是我的，老板。我也是主持人，他俩结婚我主持，有才。能加你微信吗？啊，可以。可以啊。泽一，我把之夏交给你了。我们家的女儿可不是泼出去的水，你要是对她有一丁点不好，我可是要要回来的哦。你放心。简家的家训别忘了，勤干家务，该摔碎的碗别少摔，该洗坏的衣服不要手下留情。这样以后家务就不用我干啦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亲朋好友们，我们的新郎官傅泽一先生为我们的新娘景之夏小姐准备了一段音乐，而这段音乐呢，是他们邂逅的浪漫音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共同听一听爱的音乐。那我偏要一字一句的说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只有一个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那我偏要一字一句的说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。是放错了。很甜啊。那我偏要一字一句的说，我现在是傅泽一，只有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我现在爱的是傅泽一，永远都只会是傅泽一。你们两个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我也同意。我被炒了，我失业了。下面请交换戒指。